那是岳飞的碗。哎，岳飞的碗。哎，瞧的瞧的，哎呀，我头饰上了，就攒那钱，完没得啥。光说碗的。光说除了碗的，我也没得啥的，我也没得啥的。都得好好洗洗，还是烫面条。哎，烫面条吧，那他烤的好，人还白。俺白回来不回来？回来，回来。俺饭吃的，辣椒油我还吃。买的饺子吧，妈。俺孩儿那儿先他买了一包，我叫冰箱腾腾他，冬凉喝了。好的了，这船跟你聊点吧。我不吃馍，天天吃方便面，馍不好吃。哎，就像压面条，也怪快的。那还是网上我买的，慢着慢着。啊，这买的粘鞋也穿的。你张妈妈粘鞋穿上。张妈妈有啊。今早上没吃饭。嗯。我发现整天就你冷，包的是最紧的。那哎呀，冬天包的头好啊。咋好？不冻头啊。快吃点干干饭。肉的，两大块肉的。咱也不知道啥跨年夜。今天一过不都2023年了？咱还过的是农历，咱还是过的2020是跨年的。你看俺都穿上新衣裳了。咋着？我爹长得亲巧了，我闻着有亲巧。嗯，到不了头啊，到不了头啊，我来我也没吃，是不是？有人压到面上，有人炒着菜，不是快？反正我觉得菜都是铁锤炒的。嗯，我不吃。你不吃毛蛋？是那白蛋，它囊那个乌龙，还不成这样白蛋，囊那个。那来吧，行吧。莫，你对这刺激消费有啥看法吗？啥刺激？你吃面条吧。刺激消费？嗯。啥刺激消费？我不是放开了刺激消费吗？嗯，放开了。那你得给消费，消费不给消费不消费，非得刺激着消费。就是你是用上了你就刺激，不总用上了不能。不刺激了。不要了，我没吃了。你不是坐这吃药了？我哪坐这吃？我坐这吃药。我见他也搁那吃的，我想说俺的碗呢？我，你看糊糊腾腾的带出来。哎，搁这儿。就我先吃。我的碗呢？炸酱面，汤汤水水面。你甜，可没。这菜中啊，这个烹的好了。这。嗯，吃可光火吧？嗯，可光了。热的不能硬，画面。维生素68。热了，都是好几天都热。你这我那都热，一人炒个都热几天。十一那一直买的都热。那一点都热是农肉搁家先买的。喝点别的。你整去吧，还你整去吧，俺家有，你整点咱俩喝去吧，让你那水倒了涮涮去吧。盛一大碗涮涮啊！好几天没吃面条了吧？好几天没吃面条。嗯。那行吧，用白糖盛过来。嗯啊。再搓点蒜汁、菠菜、粉条，你看整的冷面条，吃没有没了？没。可得劲。得劲。你做饭不好做，你不知道有的。有的吃又不吃，你喝的你这样够多了。好，将来都不好喝了。你不好喝白汤，我好喝那白汤。喝白汤。那香港。香港地道的人。香港。
山岗。山岗。嗯。山岗。出来了。出来了。出来了。那东地是岗。我家正西是岗。哎，也没事往那山上溜一圈。要是闺女，我都不往那边去了。哎。要是我闺女，我不往那边去了。人家叫你嫁不嫁了，你还碰见了。不见不见出不来。咋了？姑娘我。一样啊。姑娘我溜了。你嫁唤他吗？好美吧，搁那屋里。也不会嫁唤他。我几天弄面条，俺好些天都没吃面条。我都没吃过面。十来天呢。也不多香，是不是？没咸水，你嘴鼓不鼓？你吃屎了？鼓里没一点味儿，吃点屎了。我吃点哪块？我给吃屎了。咳嗽，我说，嘴里老苦，我小老。不但真烂，都是肯定苦。啊，我说嘴可苦。吃饭没味儿啊！咳嗽咳嗽咳，对吧？就是苦但真烂呐。我们大妈，人家那里还有肠子，哎，有外脊，有肠子，有爪子。一家，哎呦，你病个恶心人，中了吗？你吃吧，你吃吧，我说越说越没谱了，越说越没。不跟人争较这，我跟你说，不是。你就扔了，你说。你们不要总不跟人说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连。大家好，我老张。鸭豆筋去了，去年鸭豆筋没有鸭头是吧？啊，没有。今年了，选择了下半年鸭豆筋，为啥呢？上半年鸭豆筋就是这个苍蝇太多了啊，冷。因为豆不是它比较就是油嘛。嗯，还有点甜，苍蝇比较多，不卫生，选择了就是这冬季没有苍蝇，然后搁这豆筋腌，也该过年了，也干净，备一下年货，中不中？冬装，年货吃豆筋，真是我跟你说，我爸吃豆筋，哎呀，那豆筋也好吃，那炖肉吃都好吃，炖肉能入味儿啊啊，走吧，你上班，这也上班，你这那天哪啥？嗯，你这天阴落的。不压豆筋了。哎，要不你开呀？你转呀？找不着，找不着压豆筋的了。咋找着了？这转了一圈，这跑这屋里还找不着。啥时候吧？几时放？谁炒？来。打吧木。哎。打吧，烧火炉。对吧？这都是自己动手啊。好，自己动手可以试试。不是，可是啊，然后喝点吧，冷点快些，短点。他这看着没电脑功夫，是吧？没有，两三个样子。好找着不？真跑了，找了一圈。吃吧，咱们吃吧。鸭豆筋儿呢，鸭不成，跑了四五十里来喝羊汤的，差点没找着路。羊也没有鸭菜，也没鸭。羊汤还上不来。你吃吧，给。咱先吃吧。中不中？中。这是混羊肉汤，牛二红汤，这是混的，只有粉皮儿菠菜，只有粉皮儿，嗯。原来这学今天吃吃。俺鸡爪子，咱也不用牛爪。
拿给你把一碗粉面。不要不要不要。我吃也不辣呀，你来。不辣。我吃也不辣。嗯，我吃也不辣。这可爱了，好喝的哈。跑一跑。哎，我要跑一跑。跑不跑了？嗯，真是毁扬州啊。这会儿中不中午？哎，中。我吃不下。喝的都是汤儿啊！啊，就是羊肉汤。